东亚青运，别让带资引去不了奥运。中国主导取消明年台中举办东亚青运，当然是针对蔡政府两岸政策而来，警告性质意味浓厚。但青年运动选手何辜？笔者认为，中国此举效果根本是围魏救赵，让蔡政府的一摆脱施政绩效不彰和内外交迫的低迷困境，进而从中突围找到年底选举的最佳催票动能，实在是非常不智，完全是在逞暴虎风和之蛮力。当务之急是两岸都应该要有所节制，不要以己制己，而应经由不断的沟通和折冲，努力打开一扇窗，作为彼此间的共同润滑剂，期盼中国能够悬崖勒马，不要剥夺台湾青年运动选手的国际出赛机会。政府也应该有智慧找出平衡点，穷尽一切智力挽回这场中大运动会，不要最后连中华台北的奥会模式都赔上，甚至损及22东京奥运的参赛权，导致带资引等运动好手无法出赛。